是都没钱了。来，后面帅哥呀，兄弟，带你。各上几条，你两百过来最好结果。好啦，好啦，办个收啊！来，后面准备等收定的。你们敢收一包？哦，你给我，我来拍摄，我要存一包他饿掉。OK， 我先跟林豪。啊，小姐来。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嘛唔知个，我怕做一包卖光。来好，多阿伯买着的，来过来。百鱼啊，百鱼啊，多买鱼，模特哦，好多哦，嘿，各有啥物件，人客无买着，紧寄起来买来，紧嘞。百只啊，像咧有咧，这也买一箱好无？我们叫我拿大，我拿大。你想怎样？来，把这个大身抬好啊，等下你买个抬椅啊，来买菜，买五百四百。我来两百块，两百椅啊，来200块。大你买什么？我买这个鸟好了。来两百块，两百椅啊，来四杯哦你，来六杯哦你抬好啊，你抬好个呀啦，先多吃好啦吼，你来要吃，来八杯哦你，来十杯哦你，买你400，买300，来200块招钱买啊嘛，把这个。都叫人无买了嘛。我了了好不好？来212杯哦你，来213、214杯哦你，15、16杯哦你，17杯、18杯哦你，规矩到20杯招一个人家打折就好吃。来200块都抬好啊，唔免搁抬啊。来百二啊，200块，规下要食百七来，动作快，200块咧，200块百二啊，较紧嘞，较紧嘞。来200块来百七啦，够差不多快了百七啦，紧嘞，存只收了哦。你无买着，我等下无百七啦，汤汁收袂了。来16条、20条给你，来200块，解冻之后水稍微冲一下啊，干净就好吃了。来200块百七啦，够有人无买着无？这你今仔无点物件呢？你帮我点一下，点一下我袂记。你足久无时间人来吼，你帮我点菜袂记？来200块来，够有啥无关了百一啊？200块拢光关了呀，百一啊袂买硬手。哇，拢有买着吼，好谢谢。来，给你摆好。来，海鲜羹都几包？海鲜羹拢起来，我大单单一个单。来，椒麻鸡腿排加是椒麻香的，椒麻算蛮香，麦克问啊哈。有要食，因为我为什么自问自答？因为足侪人哦，什么人讲起香的啊？我得人工调配啊，麦克问啊，来200块来椒麻鸡腿排，来动作快，应该是两个客人买得到而已。椒麻鸡腿排，不过嘞，这看柠檬的钢筋的，哦，看柠檬鸡腿排是钢筋钢筋的，做胖做好吃，来200块得，来四支哦你，不过啦，这不过啦，来六支哦你，真的很香啊，你闻看就知道它的香味了，来八支哦你，来九支，来10支拢哦你，来你，来椒麻鸡腿排，来200块来，来最后两位喽。来200块来，椒麻鸡腿排有谁没买到的？赶快来200块来5支，5支来6支，来几来7支，8支9支来10支哦，你来椒麻鸡腿排，够有人无买的无？超香的，一点都不会辣啦，骗人的啦，小块咸咸的。来最后一个椒麻口味不好，来200块来椒麻鸡腿排，来最后一位，最后一位无买到椒麻鸡腿排，后桌可能买袂到啊，因为这咸的哦，爱加钱的会无安尼，你叫伊买小块甜。想要顾客买买，我嘛无爱做。来，无买着椒麻，赶紧！车子好了吼，来，我先虾仔先分分下好不好？无买着鸡腿排，等我再有。来，虾仔先甲看看咧啦。啊，虾仔上来好不？来虾。来，刚买1000的是哪一位？没有拿到1000的，来小姐。1000的。卖价，阿姐卖价，卖价我黑都黑他。来虾子，来我更加 OK， 来刷卡地板，哦哦，我带来那边，垂钓海鲜跟垂钓，宝宝，来虾阿别开钓，今年去看啦，一两分，诶、欸，这帅哥两分，不错，我一人真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管公司有欠人家来看下，来，没有买到椒麻鸡腿排，来，今年哦。这是炭烤鸡腿排，哦，有淡淡的炭烤味道，做胖做价，4个客人，来赶快小林三八，变男人八波花灯，炭烤鸡腿排来，要不要快4位而已，赶快找一有林这男人八过来，炭烤鸡腿排啦，收好价做旁边，赶快多过来，最后一位了，炭烤鸡腿排，
好啊。来来来来，看烤鸡腿排，春秋呢？春秋呢？来好，来关回来最后一个了，看烤鸡腿排，回来回来，200块而已。哎，200而已啦，嗯，来200过来，关出来你先。宝贝掉，来，宝贝掉，来过来。我给他给鸡腿排，要你一点叫他画给鸡腿排。来，最后一个是牛奥良鸡腿排，我爱烤没有这么。我给你买，你别买完，然后口味太多了，而且每一种口味都很好吃。来200块来，牛奥良鸡腿排，来200块的，来五几号的，来六几号的，来八几号、九几号的，来十几号的，来，今年200块呢。来牛奥良鸡腿排，拢有啊吼，来十几号的来。这里还有没有啊？两箱，两箱。来200块，再留给谁？拿掉。鸡，这鸡，来十鸡卖个收钱啊，你个，我恁两个多好，我伊拢无咧问你咧。没有，不想要花了，留下一个。两个拢干人呀，不干呀，我个家仔，我个有诶。来，上无骑着鸡腿排。来，大会使收，啊，出来未使搁收啊。我跟你讲，这又不同口味了，这是柠檬的。还有这个，它两个几粒？那个没有拿到，这是柠檬的，一样很好吃。到就没有。来，掏剪刀过来。还没有。这么困难，捡对针对行对七杂工，就胖多只。过来，我刚买有一个。来，干贝海鲜跟阮大已经等几个波啊，麦克刚插队啊。一杯哦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这几天干贝海鲜跟波啊，你打开点波啊，大你爱几包？作秀，我到今天还在痛，我从前天开始抽痛到今天，到今天才比较好一点。我晓得，因为抽痛所以不想煮东西。来，最后结了。你要知道抽痛这件事情，痛来小姐，你200给我，大哥3包，你2包，啊，没有了。欸、我拢无化钱，阿人就摕钱出来，安尼他平常爱不一定嘛，存5包尔，阿伯啊，你大哥哟。多利存2包呀，来上面加多利200块来，最后一个客人2包都给你，来200块来，多利无啊，无啊，无吃无喝无陪啊，用真的用吹红烧猪汤煮麦，大哥你要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早上为什么很有气？来加多利200，啊100块啦，这样买1包吃看卖啦，多利啦，真的没有吃的哦，用煎的用烤的，你看多好吃，来100块你，不敢快跑，不敢来啊，好来好，谢谢。1000，来1000哦。算了，你等我话，这啊，伊讲唔对呀，还1500的，我别讲伊。菩萨曼给起来哦，我化解。哦哦。这啊，等我一下，我来上。你明天也会下班到脚不清楚。所以这锅贴煎饺，我跟你讲没有几包了。他说你刚好没中风，西医一起去嘛喽。中就是中药在。一般拢讲这用煎的，我来讲你怎么用电锅吹吹嘛，多加点微信啊。中药的话就是用电锅吹吹，得把锅。一包吼，1.4公斤的电锅啦。一包爱卖你几啊百，爱卖你几啊五，我来讲这啊买一包来200块得。200块进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包俩，买2包哦，上买2包啊，2包400，买来300，1包200，2包300，啊1包800得啦，较紧的啦，1包150啦，互你等于吹煎饺，煎饺，锅贴啦，来800得，我紧，要料的啦。我原本准备2包俩，直接去结果，我老婆。没啦，2包300啦，爱买2包个，要秀他，叫我去他看他那间店。好，一次帮我解决了，回来了。喂，过来补三万块钱，我这啊恁袂调啊。我的电来一回来8罐。乖，我无甲你办袂起，我爱食食唔落。在同一间中医诊所，一次帮我解决。来鱼皮还有很多吗？啊，过来我磨，鱼皮料我磨。来，恁买外口轻贵鱼皮无？一斤800，我讲你一个月明仔载开始可以甲问800啊。为什么别挖你啊？人工作歹吃，拢起价，所以一斤起价啦，可无过分，2包就爱3粒啊。无饲哦，煮金丝汤，煮海参卖，拢综合吃，2包总起300块了。200块了，200块来，300一杯。来一人买1包，唔是呢，2包给你呢，来200块，大你买5包嘛。来一个。来大哥买5包啦。
因为等足久，伊就是要买鱼皮啊。来鱼皮，帮我开鱼皮。来，这五包先，我打开。哎，一瓶五百，免收。那个给我包花哦，对，谢谢。免紧张好不好？来，一千个也走钱，你着走会开，你唔要走钱。来，一千个送你。无啊，我还等你，看你要回，一旦走的时阵唔走。来，鱼皮两百过来。来，一人两包给你哦，赶快鱼皮。不是三百，两百块而已。来，冷爆块鱼尾，大哥你也要哦。这没有吃的，煮姜丝汤，超好吃的。尾龙不来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好来喽。来，三百块掉，给钱三百块掉。来鱼尾来，来龙开掉啊，鱼尾有给钱要开掉哈，来掏钱掏钱来。补上半加满油。来补上半先来。来，要吃补上半的眼睛看过来，耳朵听清楚。你挖你啊，普沙曼无去买咧卖哩，三价千一，这不是咧公平的。很多海鲜礼品店都是有在贩售，但是它呢，它有装礼盒啦。来，咸猪肉。那我这里是裸卖给你啊，所以哈、哦，我要卖便宜，这三价千一口，这三价。来，我要吃普沙曼的，我讲好啦，免千五啊，你真正敢赞助，我甲投咧，我去甲送袂来一千块啊，这个普沙曼来。先招一个人给赚钱来一千块来，这家够请来一千了，来三个客人吃就好了。普沙曼来一千块，上面加普沙曼的加热就好吃的。哎，你去加鳗鱼饭，卖讲烤啦，贵啊得几块，几块搁放嘞一碗白饭顶面，一碗饭偌济了，咱一个套餐三五，几块无好你吃呢？加一千块你唔敢买啊？蛋鸡给一只，无蛋鸡卖讲话，卖讲条件，帅哥，你遐帅，你买一千捧袂过呢？我无问题啊，我你先一下，我安尼哦，歹势歹势，哎呦，真好势啦！蛋鸡我蛋鸡包嘞，一二三三个买，来一千块，来我教恁啊，新年快乐啦！好，手机掏一截，补三万够，要抢。来一千块，来一千啊，这五十一千太便宜了。来几千块来，大哥都来了，别让超来加倍。来几千块来，来一千块补三万。啊，这你可要坐下，讲真的啦，这你加买加赚的啦，这不可怕俗啦。补三万很贵啦，三只一千买不到了，我五只给你们。来补三万一千块啦，来一千块啦，这你也别卖掉哈。来几千多。来补沙曼的，哇！今天补沙曼大了，来几千个沙漠贝的补沙曼，来我教你，免两千三千，来几千块的，来一千块，够蓝宝块的不？补沙曼，都拿到了哈，好，谢谢。谢谢你们啦，新年快乐！哎，我暗下我跨年晚会啦。迪哥，董大厨，总干事啦。哦，总干事啦，哦，一哥赢啦，还要进奖嘞，你进奖啊？都玩大兄啦，哎，哎，你好朋友啦，拢好朋友啦。来，阿哥有啥物件袂甘买？来，韩式鱼板搁还袂？哦，小麻油鱼好，来冷拌过来。韩式鱼板怎么煮？你用炒的，你用煎的，你用煮汤、煮火锅，什么煮都好吃。来冷拌过来，韩式鱼板不俗啊。来冷拌过来，韩式鱼板搁还袂？还有吗？请问一下。来，一个。一个咩啊？来，规矩哦，你吃我一扇咩啊？大个搞方便哦，安尼爱加用味，加寡味。来，两百过来。二来两百。偷来，偷来，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偷来，偷来。我讲哦，四个客人哦，存钱包俩哦，你确定哦？你三个完了，来两百过来。还是一百，来两百块来。今天哦，你等一桌，等桌位哥做好价，来两百过来。这不是乌龙饼诶。这是韩式鱼板，它的料比较丰富呢，而且不便宜呢。来，冷霸过来，对，然后旁边我只要送你。韩式鱼板下次一样两百块一份啊，但是没有那么大一盘。来，冷霸我多少钱面了哦？外公，你一顿啊给钱挂来煮，不管你要炒，你要煮，你要煎，要烘拢无要紧。来，三个人给买了，别太紧的，别玩的，做烹做好起来。来，最后两位韩式鱼板要求就是每粒三包的收收。来冷霸过来，最后两位了，韩式鱼板，来够蓝宝贝了吧？来，好，不问题，不问题。来，阿哥有三百块的，冷霸好纯正的，韩式鱼板，加五百你有买无？我卖恁冷霸好了没有？还多还没来？哦，紧的啦，这真正无俗啊！你哦，卖饼完的尔，
来关回来。二来加码鱿鱼，等真久啊吼，歹势来来五百四百，来三百块啊，你减二百是无？哦，减二百，来三百块来。哎、欸，大哥你来啊！哦，三礼拜没看到你啊。来加码，一其实是一礼拜啊。来三百块来，聚焦你，谁点的？你有吃过吗？没有，厉害啊！金巴搞到变鬼，今年我花三百的咩啊？真的好吃。这一只再给你五只，给你一只一百五，六只给你，来三百块加鳗鱼，解冻就可以切一切，可以吃哦，不用煮了，真的，你不要煮，你相信我，冰冰凉凉更好吃。来三百块来加鳗鱿鱼，各位来没叫吗？来三百块了，好，大哥要几份哦？大哥炒了一礼拜，伊就是要消化遐个物件，所以顶礼拜才会过来。来加鳗鱿鱼，来三百块来，赶快，无几个人个啊、哦，来三百块，这种物件真正是我唔知要安怎讲的，来大哥也要哦，赶快。来加码鱿鱼，来三百块来六次六次，这个不可能那么便宜。加码鱿鱼，这个可以配饭配修，就它不会辣，它是椒麻的香味，没有椒麻的辣味了哈、哦。来三百块，来还要一份对不对？好，来这边来。加码鱿鱼，来三百块来，小姐要吗？大你有听清楚哦，这免煮哦，退冰切切，配烧酒，配饭做好食的。你若过年吼，亲戚五十来哦，白虎汤煮。切两家切出来，您就吃到中华意啊，真的很好吃，不会辣，不会辣。来椒麻鱿鱼，来三百，够三百块了，都可以了哈。来椒麻鱿鱼三百块来，真的好吃，三百好。这价太无输小光啊！哎、欸、，Hello， 拢有啊哟，好谢谢。来咸猪肉，头刀头刀，你要卖遐多来？伊安尼，安尼二次循环呢。来咸猪肉来，快过年了。会当煎，会当烘，会当炒，都会使拜拜。有大块无？有高无？龙王一百、三百五啊，两块卖你三百五八分，赚你二十块两八分。来要吃咸猪肉了，来三百给我来，来咸猪肉，一块给我哩，一块给送你，来三百块来，一块咸猪肉全部八十块，来拢我开，来给你，来三百肉咸猪肉来，三百块来，别走啦，放下遐，我要让伊吃咸猪肉，你搁放下遐，来三百块来，听无啦，有啊。来咸猪肉，来三百块，好 ，OK， 来三百块，来咸猪肉，来啊，得过年呐，不是三天，是四天给你，啊、不要怀疑，就是这么好吃，就是这么好吃。来三百块，来咸猪肉，都有三百片就来给你，来三百块，不是两片三片哦，是四片给你哦，来三百块来给你，再个一百还袂关掉啦，伊唔知你等啥货，伊唔知你关一道关一包过，来咸猪肉来，好好好，我唔是讲伊啦，来咸猪肉来三百了，来大哥也要哦，来赶快来。你袂歹，加行几抓，你加一抓袂一个呢？哦，你真厉害！来咸猪肉，搁有三还袂开掉，来三百块，都有了吼。有没摆卡都一点？都有了吼，好，谢谢你们。你们还没有买啊、哦？真的很好吃啦、啊！这些猪肉我们自己也常在吃，尤其是中秋节，烤起来超香的。哦，阿弟啊，无要烘，你讲真正的，甲切落七片七片，蛮多只。来三百块，最后三个人给人咸猪肉，拢准备有啊吼，咸猪肉。通通有了，好，谢谢。咸猪肉春节了对吧？冻出出来了，但你个未吃到就无啦。好，咸猪肉少，一百几块呢。来，电视收下。又确定不去了吗？头都想无啊，不是身体烂，应该无法度开车吗？还佫剩偌济？靠腰找着龟尾啊，帅哥！啊，不是爱龟尾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这帅你的下巴，就是头切起来，他如果又不去的话，就是他的下巴了。那手机我也要拿回来。你看到这是大只的切了吼，这只帅你大只的肉较有，啊嘛较贵。一盘爱卖你四五百块呀！来，要是学员工的，每五百四百，来三百块完咯，三百块了，九节单起啊！你个礼拜日，九节订单来三百块完了。去于那个台北黄金市场，来三百块，用煎的清蒸红烧多好吃，每五百，一盘每五百的成效啊！来三百块，上面加学员工单，来三百块会较紧嘞，来多啊！你这边上面啦，来三百块来学员工单，用煎的清蒸红烧多好吃哦。哦，你若袂晓煎的话，你若袂晓煮的话，你甲放咧电锅吹吹就好。五百块买无一盘，来三百块了，帅头哥，搁有三百买了，三百，来帅哥要来，清蒸就好了，用电锅蒸一蒸就好，是的，来三百块来，最后三位了，要吃鳕鱼头刀的动作快来，来三百块来，绝对无可能卖你三百，卖你五百了，有啊，来三百块来，小姐真棒，哎、欸，很重。哦，来鳕鱼头刀来三八，最后三位都拿到东西了没有？来，大哥也要哈、哦，不好意思，
我怕无菜，徛歹势。来，帅头得来，他今年做干的好。我今年就干的。来三百个，三百妹妹就学一口刀。来三百块，都拿到了哈。你都没蹭。是大块的，没有刺，还有骨而已。我说你都没有蹭啊。干嘛蹭？我都亏本了，我还蹭？来三百块是买不到这一盘的。哎，来。来，定级双虾来啊！您考前我无钓，什么也无买到，你来讲讲。虾虾虾，这是熟虾，定级熟白虾，超甜的，超好吃的。哦，过快过年了，要拜拜，外公这个很适合拜拜。唔免煮，你拄啊归起来下咧拜，拜好退冰水再吃。你若唔敢冰冰吃，你甲水滚烫一下就好，烫热就好了，就已经爽了。一盒一公斤，人家卖你550-530，来要吃500块，一克啊你可以等一吃。用530了，够几克啊？存三克啊？无啊，无买着，我嘛无收销，你买啊？一人一盒，两盒，赶快，免五啊，无500，来300块啊，300块来，来大哥要赶快，来顶级手牌虾来300块来，最后两盒了，拜托我解冻就能吃了。大哥你去看了吗？来顶级手牌虾最后一盒，来300块，20分钟的，来存几克啊？来300块，够啦，无买着无？最后一位，300块，来大哥买两盒俩。这酒家还没冷啊，来郭宇啊，鞋冲啊，喂，你是哪是八刀啊？呀，啊，你两个鞋冲啊，拍麻将呀？摆地赢啊，哈，大哥，啊，你唔骑我人啊，来，来郭宇个龟箱，放龟箱了无？拍啥呀？放龟箱是吧？我三层拢食龟宇的。你讲我没煮过？煮过哦，煮过干啦。做袂无，我有缘干杯，啊干杯嘛，坐完啦呢。干杯够有啊？够有哦，今朝大哥看卖，马去，你看来哈干杯，来龟鱼漂不漂亮？睡饱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不要卖整箱的，1000块都不要了。来开高八，开背八，再讲龟鱼，我爸之前还在和美的时候，我还看过他拿到几多，几多个请你，来我钓你来。龟鱼我爸好比较凶啊，他给他背来龟鱼500块来。来上面讲龟鱼动作快。大哥，来大哥，带你一号一袋3-6鱼才行，因为这边冰好爱挂拢啊，冰会较好食。来，500块鲑鱼，来三百块的来鲑鱼，来谁没拿到鲑鱼呢？哦，来，但我李金妹姐，我李金妹吼，她笑脸懂好干板的吼，所以带你姐嘿，来500块来，来鲑鱼500块来，可以可以，来给你给你，来鲑鱼500块来，来走啦，来上面进来啦。来，500块来。够贵也不关掉。还有一次我到那个河南。大哥掏钱一包。然后只有阿松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加五。阿松。哦，进来。你刚进来啊？最后一箱了，好。来，阿伯乖，贵。你今天。一个，阿伯乖一个。你上好是一个。来，过去五人。来，谁没有拿到鱼的？干杯来啊！最后三位了，没有鲑鱼了，来500块，都碎，超漂亮的鲑鱼。然后为什么大家知道我会教吗？就是有一次去河南，500块来，来我爸哥，最后两位的鲑鱼，来500块都拿到了哦，来我爸哥，哦，谢谢。